春节初一到初七，这些年俗一定要记得啊。大年初一拜长辈，辈分跟年龄大小无关，你可能得管三岁小孩叫叔叔拜年了，寓意家庭和睦。大年初二迎旭日，出嫁的女儿会带着丈夫及儿女回娘家拜年。大年初三赤狗日，赤狗是飙怒之神，所以初三就要少出门。大年初四迎灶神，来年必定丰衣足食。大年初五迎财神，敞开你家大门，财运才会进来。大年初六送穷鬼，这天你要扔东西，不然穷鬼会赖着不走。大年初七是人的生日，要尊敬每一个人，家长也不能在这一天教训孩子。你们那边春节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年俗吗？关注我，祝你新年新气象。